粉丝20克，白菜10克，干虾10克，香肠20克，调料有味精，有鸡精，有咸盐。好了，我们首先呢，我们要把火打开，先把我们的这粉丝啊烫一下。我们这水开了，现在呢，我们先把粉丝放在锅里烫一下。好，我们关火，把它泡在开水中，倒到碗里。好了，我们再把锅放在我们的这个火上，我们炒我们的干虾。好了，锅里放适量的油，改成小火，把我们的这干虾煸香。好，把白菜和香肠都放里边。好，来点小火，加口味儿，味精。好了，鸡精，还有适当的盐。好了，下边把我们烫好的粉丝，好，放在锅里。好，我们这道菜就做好了，关火。好了，我们取一盘子，把我们炒好的拌粉干盛入盘子中。好了，我们这道福建特色小吃拌粉干就做好了。它的特点是咸香适口。